和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入场。请坐下。Please be seate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现在开始。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沪宁同志主持仪式。同志们，朋友们， friends, 各位来宾， guests,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出席今天仪式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同志。
出席仪式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有关领导组织、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党政军行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工作单位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坐下。Please be seated. 现在宣读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一、授予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共和国勋章。二、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马哈扎克里·斯林通、萨利姆·艾哈莫德·萨利姆、加琳娜·维尼·阿米洛夫娜·库里克娃，让皮尔·拉法兰、伊莎白·克鲁克友谊勋章。三、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陈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怡、魏新华、高明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猛、秦怡、郭兰英、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申亮亮、麦贤德、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王启明、王继才、布鲁马汉、毛勒朵、科尔克孜族、朱延夫、李保国、都贵马、高德荣、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裕、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19年9月17日。现在，礼宾护送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入场。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现在颁授共和国勋章。申纪兰，初心不改的农村先进模范，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六十多年来，带领群众艰苦奋斗，为老区建设做出巨大贡献。60 years of tireless efforts and inspiring leadership. Sun Jiadong. Sun Jiadong.两弹一星元勋，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绕月探测工程技术总负责人，从事航天工作六十多年，为我国空间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李延年，志愿军一级英雄、特等功臣，历经战火洗礼，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为建立保卫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六十多年来，永葆英雄本色，激励官兵矢志奋斗。张富清，西北野战军特等功臣、战斗英雄，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转业后深藏功名六十余年，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扎根贫困山区，为民造福。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五十多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
黄旭华，黄旭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为国家利益隐姓埋名，默默工作。60多年来，潜心技术攻关，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研究发现青蒿素解决抗疟治疗失效难题。60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现在颁授友谊勋章。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中国与古巴关系的重要奠基人，促成古巴在拉美率先同新中国建交，长期致力于推动和深化中古中拉友好，并作出杰出贡献。勋章由古巴驻华大使拉米雷斯带领。马哈扎克里施林通公主，中泰友好的杰出使者，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推动中泰传统友好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并作出杰出贡献。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巩固和促进中国与坦桑尼亚、中国与非洲友好合作做出杰出贡献。勋章由萨利姆女儿马亚姆·萨利姆带领。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里科娃，俄罗斯对华友好代表人物，60年如一日，致力于促进两国民间交往，为发展中俄民间友好以及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杰出贡献。让皮埃尔·拉法兰长期致力于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客观全面认知中国，为推动中国与法国、中国与欧洲友好交流合作做出杰出贡献。
莎白·科鲁克，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做出杰出贡献。现在颁授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于一，人民教育家，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素质教育的坚守者。60多年来，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王蒙，人民艺术家，60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王文教，人民楷模，著名羽毛球运动员、教练员。上世纪50年代从印尼回到祖国，40多年来先后带出56个世界单项冠军、11个世界团体冠军，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王有德，人民楷模，科学治沙的探路人。40多年来参与并带领职工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宝贵经验，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王启民，人民楷模，50多年来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挑战油田开发极限，攻克技术难关，是科技兴油保稳产的大庆新铁人。布如马汗·毛勒朵，人民楷模，
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边防线上，50多年如一日，为国护边，带动乡亲巡边守边，为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叶培建，人民科学家，绕月探测工程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从事空间技术研究50余年，为我国月球探测事业和卫星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麦贤德，人民英雄，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战士，在86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战斗，用热血和生命守卫万里海疆。50多年来，永葆英雄本色，激励官兵矢志奋斗。李道玉，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长期战斗在重要岗位，在50余年外交生涯中，勇于善于斗争，妥善处理重大复杂敏感问题，坚定捍卫国家利益。都贵马，人民楷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代表，主动收养28名孤儿，精心研习医术，挽救40多位年轻母亲生命，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人间大爱。热地，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高明轩，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60多年来为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人民楷模，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三十多年来，为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和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郭兰英，人民艺术家，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为建立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和发展民族演唱艺术做出重大贡献。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大贡献。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扎根大漠五十余年，潜心石窟研究，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重大贡献。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少先队员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献花。请坐下。Please be seated. 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同志发言。Honoree of the Med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speak.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 ，General Secretary 习近平，尊敬的各位领导 ，Distinguished 各位同志 leaders, ，Comrades， 大家好 ，Good morning。我叫黄旭华，黄旭华是一名从事核潜艇研制的科技工作者。Submarine research and design, 习近平总书记。To receive the 将这枚沉甸甸的共和国勋章授予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这份荣光荣属于核潜艇战线的每一个成员。也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受表彰的36位同志。And national 感谢党、I wish to 国家 thank the party and our country 对我们的肯定 for the recognition 和鼓励 and encouragement. 感谢全国人民 and thank all my fellow countrymen for their support and trust. 核潜艇的研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千千万万名和我一样满腔热血、矢志报国的科研人员，坚定着核潜艇一万年要搞出来的信心和决心，投身其中。Even if it's going to take 10,000 years.全程的参与了中国核潜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事业。核潜艇事业是国防事业的发展的缩影。我为祖国取得历史的成就、实现的历史性的改革。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n being a veteran who has played a part in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development. We have pledged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we were to remain in obscurity.和我的同志们，My colleagues and I, 此生have dedicated 属于祖国 to our motherland. 此生无怨无悔 and we have nothing to regret. 进入新时代 In the new era, 我们将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紧密地团结在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忠诚担当，砥砺前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努力奋斗。最后，衷心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强盛，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的迎风飘扬。谢谢大家。Thank you.请友谊勋章获得者马哈扎克里施林通公主发言。Your Excellency Xi Jinping 主席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all the recipients of the Order of Friend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n my own behalf,
I wish to say how we are greatly honored and deeply moved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receiving this Youyi Xunzhang. Zhang Juling, a Chinese poet from the 7th century Tang Dynasty, in his poem, Song Wei Cheng Li Shao Fu, said, Xiang Zhi Wu Yuan Jin, Wan Li Sheng Wei Lin. Distance cannot separate true friends who remain close even when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All six of us are indeed friends of China and would like to give our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was an event well established as a major milestone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China now stands proud before the world as an economic power, a shining beacon of achievements and reform of social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We all believe that the past 70 years tells of a grand history of a society's total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struggle of the people of China to overcome and eventually to prevail over extreme adversity, turmoil, and hardship, economic, social, and all else. All of us foreign friends who represent our peopl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ranging from agricultural sectors,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sectors, administrative sectors, cultur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s, scientists, students, play the essential parts in promoting friendship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Our mutual aim is peace, happiness, and success, not only for China and our countries, but for the entire globalized world and humanity. 中国古人说, 极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Victory is ensured when people pull their strengths. Success is secured when people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In thanking once more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Xi Jinping Juxi on behalf of all distinguished awardees, may I add that we are thrilled to bring with us the heartfelt felicitation, best wishes, and the warmth of friendship from the people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on this joyous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 In thanking once more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behalf of all distinguished awardees, may I add that we are thrilled to bring with us the heartfelt felicitations, best wishes, and the warmth of friendship from the people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on this joyous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衷心的 祝贺 和最美好的祝福 祝中国人民共和国 70岁生日快乐 祝中国人民共和国 繁荣昌盛 谢谢
请 I now invite 中共中央总书记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军委主席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习近平同志 Comrade Xi Jinping 发表重要讲话 to give an important speech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和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今天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英雄模范、获得友谊勋章的国际友人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受表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国家、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忠诚就是英雄模范为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努力谱写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为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坚守无怨
They a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Achieving national renewal. 朴实，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Have all been making selfless contributions, 无私奉献 on ordinary jobs, 不计较个人得失 always 舍小家 placing the greater good 顾大家 above their personal gains. 具有功成不必在我 they have this noble character 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其中很多人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式的典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Giving expression to selflessness of the highest order. 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with abiding faith, 不懈的奋斗精神 and a down-to-earth attitude, 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 to get every ordinary job done,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an extraordinary life, 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用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影响更多的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关怀英雄模范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英雄用实际行动为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受到表彰的还有长期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对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这个星球越来越美好同志们朋友们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谢谢大家。颁授仪式到此结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习近平总书记等领导同志和勋章奖章获得者前往合影现场。